好的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就是说，AutoCAD 有一种指令叫穿透式指令，可是这个你不用背，因为你不知不觉就会一直在用。那穿透式指令的意思其实是说，我正在执行某一个指令的同时，我可以先去执行其他指令，而且那个指令执行完了，这个指令再继续再执行，啊，那是一件很神奇的事，因为大部分的软体都不行。你看，像我现在正在执行线。我可以不用结束这个指令的状态底下，我可以执行其他指令，然后并且再回头执行我们原来的指令。我已经做完了，你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正在执行线嘛，但是我有执行其他指令了，然后并且我还在线里面了。我执行了什么指令？我执行了缩放啊，对吧？我的线是不是从来没有断过？但是我可以缩放，没有其他软体可以干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用 Photoshop，你用 Illustrator，你要缩放是就是只能缩放，你一定要断掉那个指令之后，执行完缩放，然后再继续做，对吧？但是 CAD 是不用的，CAD 而且这个东西是不知不觉的，你在用的时候你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指令是穿透式指令，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指令都是穿透式指令。例如说，你看，像现在把动态输入关掉，我是不是执行一个关闭动态输入这指令？但是我线是不是还是继续画？我继续执行打开动态输入这个指令，是不是线还是继续画？所以在用的时候都是不知不觉的，所以你知道就好，因为 CAD 它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非常人性化，很多时候有很好的帮助，但是其实，你也没有特别注意到，它就是很好用就对了啊。来看一下，知道就好了。